你小想知道我面前跟其他笨男人玩情侣游戏？游戏开始！一、二、三！你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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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哇，太好了！哦，够了吧？一菲啊，待会儿啊，你就先一脚把球踢到底，然后我们再冲过去。停！这是属于你的荣耀。太简单了。哎，耶！赢了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杜兰莎，你好棒哦！一菲啊，一菲啊，一菲啊！放开，放开。哦，对。一点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男生左手黄六，女生右手黄四，男生右手绿五。绿五，天哪，这个太乖了。女生左脚蓝六，黄六要赢了，可以吗？有了！呀！你呢？好累啊！好的，我们的情侣游戏冠军已经出炉喽！速配指数最高就是我们的一菲扬先生，我们的杜爱莎小姐，请大家掌声鼓励鼓励！好优秀哦！这明明就是给会员玩的活动，结果老板得了大奖，这合理吗？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抽奖活动了。哦，我们有一个规定啊，不管抽到什么都要把我们的奖品内容品项进行到底，是不是非常的浪漫有点刺激呢？现在呢就由我们第一名情侣来进行我们的抽奖。等我们的一直心想真的好大方哦，他刚刚说不管他抽到什么样的商品呢，他自己本人都要自己再加码送一支给我们的第二名的选手，恭喜！耶，太好了！好吧，那你们谁要抽呢？好，好，抽，好，女生优先。恭喜你们抽到了最大奖 ！Oh my god！ 最大奖是什么 ？Amazing！ 最大奖就是来都来了，看一下嘛。哇塞，好夸张哦！我的天哪！
段莎，我们拍一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两个选择，左边还是右边？是不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如果你想要体验强而有力的男友臂，你的左手比较有力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在睡前来场视觉飨宴，我的右脸比较好看。我都不要，我这样进进水。喂，开玩笑的。今天你已经忙一整天了，玩游戏很拼，我怎么可能舍得你跟别人挤？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晚安。睡不着、啊、我不习惯睡外面，我会失眠。可是你上次在我家睡得还蛮不错的啊，是不是因为没有我在啊？你肚子饿不饿？我弄点东西给你喝。喝点热巧克力，就好睡。谢谢。小心烫。谢谢。好暖。发现我每天见到你都会觉得比前一天更喜欢你，就好像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很喜欢你了，可是一到明天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喜欢你，是不是很神奇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准备了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是这条项链，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，就像我是好不容易才让你相信我是真心喜欢你一样。我帮你戴。你的表又响了。我的表会响是因为
因为我已经在你心里了，对吗？对。